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الحمد لله رب العالمين والصلاة والسلام على خير الأنام محمد بن عبد الله ورسوله وعلى آله وأصحابه ومن اهتدى بهديه إلى يوم الدين وبعد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我们接着上一期的话题来继续学习上一期我们讲到归信阿拉的使者尤其是在归信阿拉斯巴哈塔拉派给我们全人类的使者最后的一位使者穆罕默德萨拉拉阿里瓦塞勒们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的归信当中的要求首先他斯蒂古胡菲玛阿赫巴神人给我们带来的这个使命给我们所宣传的给我们告诉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啊一切都是真实的我达杜夫菲玛阿玛尔沙利克萨拉多斯拉姆所命令的我们要去服从无加条件的我们去服从对于拉苏拉阿里克萨拉多斯拉姆所禁止的事项我们应该要尽力的要去解除法达古拉玛斯达达图尽力而为的敬畏阿拉斯巴哈诺塔阿拉远离阿拉斯巴哈诺所禁止的事项所以服从阿拉的使者这也是主命在古兰当中多次的提到多次的提到有30几个地方提到了要服从阿拉服从阿拉的使者都是连着来的我阿蒂乌拉我阿蒂乌拉苏拉我阿蒂乌拉我阿蒂乌拉苏拉拉阿拉库姆图尔哈姆你们服从阿拉你们服从阿拉的使者希望你们能得到阿拉的怜悯我因托推欧呼泰泰度古尔安当中阿拉斯潘说你们服从这个使者你们才会得正道如果说抛开阿拉的使者我们想寻求正道寻求通往天堂的道路那是没办法获得的我们在做礼拜的过程当中向阿拉斯潘的要求伊希迪纳斯拉特姆斯特黑主啊你给我们引导让我们走上端庄的大道端庄的大道是怎么能走上端庄的大道呢斯拉特勒迪纳安阿姆塔阿里姆端庄的大道是谁走过的道路呢是你给他们施过恩惠的那些人所走过的道路那么在这个古兰当中也没有说施过恩惠的人是谁这些人的道路怎么能走上这些人的道路在古兰当中在其他的章节当中阿拉斯巴哈诺塔拉告诉了我们斯拉特勒迪纳安阿姆塔阿里姆哪一些人是阿拉斯巴哈诺塔拉给他们施过恩惠的人呢在其他的经文当中阿拉斯巴哈诺塔拉说苏拉特尼赛当中我们以尤提伊拉瓦拉苏拉法乌拉伊卡马阿拉迪纳安阿姆阿拉阿里姆明安纳比因穆斯迪金والشهداء والصالحين وحسن أولئك رفيقا 那么这一节经文讲述的过程当中它的背景当中还有一个典故一个非常非常动人的这样的事迹拉苏拉阿里克萨拉图和萨拉姆的那个时代里边有一位萨哈巴叫走班拉迪亚拉安努他有一天来到拉苏拉阿里克萨拉图和萨拉姆跟前他是亚拉苏拉拉在今世里边我们可以看到你在做礼拜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你当做完礼拜以后在家里边我当想起你的时候我可以来到你跟前要看你拉苏拉阿里哈斯拉图斯拉那么说明萨哈巴拉迪亚拉哈那我们对阿拉的拉苏拉阿里哈斯拉图斯拉的那种爱也超过了人的想象有些萨哈巴拉迪亚拉哈那我们在一方拜功到另外一方拜功之间如果说没有见到阿拉的使者他有时候坐着坐着就想起沙利和萨拉多斯拉他按耐不住就跑去看拉苏拉阿里和萨拉多斯拉这位苏哈巴说阿拉的使者如果说我们在家里边的时候啊，现在当我们按耐不住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你但是我有一个问题他说你是阿拉的拉苏拉苏鲁拉你是阿拉的使者你去世了以后你的品位
你的地位和那些的安比亚罗苏尔的地位是一模一样的，你的品位是很高的。我们是普通的人，地位没有那么高。今世里边我们能看到你，那么后世里边去了怎么办？我们非常非常的想念你，我们想看到你的时候，阿拉的使者啊，那怎么办？你是阿拉的使者，你的品位跟我们的品位不一样，你的品位比我们的品位高得多，我们见不着你呀。这个苏哈巴来到阿拉的拉苏拉阿莱黑斯拉图斯拉姆的跟前，告诉沙阿莱黑斯拉图斯拉姆这个事。沙阿莱黑斯拉图斯拉姆说：“我们有对伊拉哈，我拉苏拉，法乌拉伊卡马阿拉蒂娜安阿玛拉阿莱黑米纳纳比因，我是迪金，我苏哈达，我萨里黑呢，我哈苏纳乌拉伊卡拉菲。谁服从阿拉和阿拉的使者的人？”将来和阿拉斯帕纳我带来给他们施了恩惠的那些人在一块，施了恩惠的人是谁呢？米纳纳比因，先知，阿拉的先知们，瓦斯迪金，那些诚实的人，瓦萨里黑呢，还是一些清廉的人，还有清廉的人，瓦哈苏纳乌拉伊卡拉菲嘎，这些的人当我们的同伴啊，当我们的伙伴，那么太好了。沙利黑萨拉多萨拉姆通过阿拉斯帕纳乌塔拉将士的这一节古兰告诉了这位苏哈巴，只要你是服从阿拉阿拉的使者的人，听阿拉的话，听从了苏勒的话的人，在后世里边和他们都在一块，他们都在一块。同时这段古兰当中告诉我们，顺服阿拉，顺服阿拉的使者的人，他的品位也是非常非常高的。拉苏拉阿莱希萨拉图萨拉姆哈迪斯当中，对于服从，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伊斯兰的核心的内容，伊斯兰就是什么？就是服从，绝对性的服从，伊斯提斯兰，表里如一的去服从安拉，这就是伊斯兰。拉苏拉阿莱希萨拉图萨拉姆哈迪斯当中说 كل أمتي يدخلون الجنة كل أمتي يدخلون الجنة إلا من أبىوقيل من أبى يا رسول الله قال من أطاعني دخل الجنة ومن عصاني فقد أبى真正的 حديث 沙利克斯拉图斯拉姆告诉他的 أمة 这也是一个喜讯，最好的消息，我的 أمة 都要进入安拉的乐园当中，كل أمتي 所有的人都要进入天堂 إلا من أبى 除非有不愿意进入天堂的人，我来亚杜比勒不愿意进入天堂的人，世上有吗？世上有不愿意进入天堂的人吗？所有的人都希望在后世里边能得脱离 النجاة من النار والفوز بالجنة 从火狱上得脱离，获得阿拉的乐园，这是阿拉的仆人一生一世的追求。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伊斯兰的核心的内容，伊斯兰就是什么？就是服从，绝对性的服从，伊斯提斯兰，表里如一的去服从安拉，这就是伊斯兰。阿拉苏拉阿莱希萨拉图斯拉姆哈迪斯当中说 كل أمتي يدخلون الجنة كل أمتي يدخلون الجنة إلا من أبى وقيل من أبى يا رسول الله قال من أطاعني دخل الجنةوما عصاني فقد أبى真正的 حديث 沙利克斯拉图斯拉姆告诉他的 أمة 这也是一个喜讯，最好的消息，我的 أمة 都要进入安拉的乐园当中，كل أمتي 所有的人都要进入天堂 إلا من أبى 除非有不愿意进入天堂的人，我来亚杜比勒不愿意进入天堂的人，世上有吗？世上有不愿意进入天堂的人吗？所有的人都希望在后世里边能得脱离 النجاة من النار والفوز بالجنة 从火狱上得脱离，获得阿拉的乐园，这是阿拉的仆人一生一世的追求，取得阿拉的喜悦，要阿拉斯帕纳乌塔拉使我们从火狱上拯救出来。 ثم ننجي رسلنا والذين آمنوا 把阿拉的使者
和所有的莫名会拯救，让我们脱离于火狱，让我们能获得阿拉斯巴纳和塔阿拉的乐园，这是我们梦寐以求的事。我们一生一世的追求，有哪一种人不愿意进入阿拉的乐园？伊拉们呢？像阿里克斯拉图斯他们说，有不愿意进入阿拉的乐园的人。什么样的人是不愿意进入阿拉的乐园的人呢？阿拉苏拉阿里克斯拉图斯拉姆哈迪斯当中下面的圣训当中解释了这个不愿意进入乐园的人是谁。من أطاعني دخل الجنة من أطاعني دخل الجنة 谁服从了我，听了我的所有的话，他就进入了乐园。 ومن عصاني فقد أبى 谁违抗我的命令，不听从我所有的 عليه الصلاة والسلام 的命令，那么这样的人就等于说是不愿意进入阿拉的乐园的人。你想进入阿拉的乐园吗？这阿里和斯拉图斯拉这一段哈迪斯当中给我们给予了喜讯。如果是你是想望得到乐园的人，进入火乐园的人，那么你就服从阿拉的使者。如果说你不愿意服从阿拉的使者，那么你就是不愿意进入阿拉的乐园。所以阿拉斯巴哈纳乌特拉在古兰当中，我们有对阿拉苏勒法格的阿达阿拉，阿拉的使者等于说他服从了阿拉。也就是说，你如果说没有服从阿拉的使者，你等于说是就没有服从阿拉斯巴哈纳。阿拉斯巴哈纳在古兰当中命令让你们服从阿拉，服从阿拉的使者，在三十多个地方用这样的阿杜尔拉瓦阿杜尔拉苏强调，我们的苏拉阿里克斯拉图斯拉姆就是裁判，我们的苏拉阿里克斯拉图斯拉姆就是仲裁。فَلَا وَرَبِّكَ لَا يُؤْمِنُونَ حَتَّى يُحَكِّمُوكَ فِي مَا شَجَرَ بَيْنَهُمْثم لا يجد في أنفسهم حرجا مما قضيت ويسلموا تسليما سورة النساء当中 الله سبحانه وتعالى 告诉 فلا وربك 指着你的养主发誓 لا يؤمنون حتى يحكموا 他们不会成为有信仰的人 حتى يحكموك فيما شجر بينهم 直到他们让你阿拉的使者在他们有分歧有矛盾的事情让你阿拉的使者去判决，谁去判断？谁是 Hakim？ 让阿拉的使者去判决。有纷争的，有争论的，有不同意见的这样的事物当中，有 Hakimuka fi ma shajara bainahum， 让你阿拉的使者当仲裁，当裁判去判决。ثم لا أجد في أنفسهم حرجا مما قضيت ويسلم تسليما。然后他们对于阿拉的苏拉阿里克斯拉托斯他们所判决的，不能有任何的不满意。不能有任何的不愉快不舒服。当阿拉的拉苏拉阿里克斯拉图斯拉姆判决的时候，他们的内心当中就要是心悦诚服，必须绝对性的去服从。所以说让阿拉的拉苏拉阿里克斯拉图斯拉姆当裁决。阿拉姆特拉伊拉拉迪娜亚祖姆安纳姆阿曼努比玛恩兹拉伊雷瓦玛恩兹拉明格布里尤里杜娜安亚特哈卡姆伊拉塔古特وقد أمروا أن يكفروا به ويريد الشيطان أن يضلهم ضلالا بعيدا وإذا قيل لهم تعالوا إلى ما أنزل الله وإلى الرسول رأيت المنافقين يصدون عنك صدودا سورة النساء 还是在妇女章当中 Allah سبحانه وتعالى 说你没有看到有这样的人，他们妄称他们归信了 Allah 归信了 Allah سبحانه 所降世的经典 لما أنزل إليك他们归信了降世给你的经典，我们恩子的名高不里克也降世了你之前所降世的经典，嘴里边这样说的，但是遇到裁决的事有利杜南也他可没有了祷告词，他们想要让恶魔去判决。那么如果让恶魔去判决的时候，恶魔会把人引导走向哪里呢？我有利杜谁巴诺哎呦对了红巴拉兰巴一档恶魔想尽一切办法把人要拉下水。那欧维耶那红来去买我让他们所有的人都要走向邪路，这是恶魔的目的，就是把阿拉的仆人统统要拉下水。穆纳菲古伊达基勒勒红达勒伊勒玛恩泽勒拉我伊勒拉苏拉伊特穆纳菲基勒亚苏杜纳安克苏杜达，当人对他们说
你们来让安拉判决，或者是安拉的经典去判决，让安拉的使者去判决。你看到穆纳菲比那些伪信士们要在从中作梗，加以阻碍。那么所以说，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看，当我们给别人说这是高鲁拉，这是安拉的使者，安拉所这样说的，安拉的使者这样说的，我们心里边不满意不愉快，我们拿出哦，这个人这样说了，那个人这样说了，而把阿拉的拉苏拉阿里和塞拉托萨的判决是抛之脑外，跑到我们的被子后面，这样的现象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屡屡发现，屡屡发生，我们可要当心了。如果我们的身上有这样的一种行为，在古尔安当中按照古尔安的标准，那不是一个莫名的信使的作为。信使是在任何时候以阿拉的使者的判决为先。 يا أيها الذين آمنوا لا تقدموا بين يدي الله ورسوله واتقوا الله إن الله سميع عليم。 有信仰的人们呢，你们在阿拉的使者的面前不要向前，也就是说你们把任何一个人的话不要放在阿拉的预言拉苏拉阿里克斯拉托斯他们的话的前面。我得过拉，你们要敬畏阿拉。如果说你们把别人的人的话放在阿拉拉的使者的话的面前啊，麻烦了，我们要防着。因阿拉还塞米翁的阿里，阿拉是全听的，阿拉是全知的。在古兰当中说 ان تنازعتم في شيء فردوه الى الله والرسول ان كنتم تؤمنون بالله واليوم الاخر ذلك خير واحسن تاويلا。阿拉斯巴哈纳乌塔拉在古兰当中教导我们，给我们给指导，当我们遇上一些疑难的问题，有了一些纷争的问题，迟迟解决不了，没有办法去处理，怎么办？如何去解决呢？阿拉斯巴哈纳乌塔拉给我们套句，给我们指导。فَإِنْ تَنَازَعْتُمْ فِي شَيْءٍ فَرُدُّوا。如果说对任何一个事情，如果你们有了纷争的时候 فَرُدُّوهُ إِلَى اللَّهِ وَالرَّسُولِ， 你们把它当回到安拉，当回到安拉的使者那里去。在 Tafsir 当中说，你们把它当回在安拉的使者那里，也就是当回到安拉的 Kalamullah， 安拉的语言 Quran 上，用 Quran 去对照，在 Quran 里面去寻找答案。 وَالرَّسُولِ 在沙利克斯拉托斯拉姆的语言里面去寻找答案。有了纷争怎么办？听谁的？按照谁的主张去走？阿拉斯潘安诺特的事也不是说按照他的你的我的，而是按照古尔安，按照拉苏拉阿里克斯拉图斯拉姆的方式去解决。看古尔安里面是怎么教导我们的，沙阿里克斯拉图斯拉姆是怎么给我们做指导的，沙阿里克斯拉姆是怎么处理的，按照古尔安处理的方式，沙阿里克斯拉姆处理的方式我们去处理。إن كنتم تؤمنون بالله واليوم الآخر ذلك خير وأحسن تأويلا。 如果你们归信安拉，归信末日的话，如果说是归信安拉的人，归信末日的人，他处理的方式应该是这样子。有了纷争，有了矛盾，有了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应该在安拉的经典当中去寻找一个答案，我们在拉苏拉阿里克斯拉图斯拉姆的圣训当中去寻找答案。这是一个穆敏应该做的应有的行为。那么当然，这个话如果翻过来说的话，如果说当遇上有纷争有矛盾的这样的事项，没有按照古尔安去办，没有按照沙阿里克斯拉图斯拉姆指导的方式去做的话，那么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就等于说是没有归信安拉，没有归信末日。对于不归信安拉、不归信后世的人来说，你想怎么做你怎么做。但是如果说你想获得安拉的喜悦，你想从活跃上得脱离，你想获得安拉的乐园，你是这样的一位人，那么在这样的事件当中，有纷争有矛盾，在这样的事件当中，一定一定要遵从阿拉斯巴哈纳乌塔拉的教导。法鲁杜乎伊拉拉والرسول إن كنتم تؤمنون بالله واليوم الآخر ذلك خير وأحسن تأويلا。 那是 خير， 这是最好的结果，也是最好的，阿拉的判决是最好的，
رسول عليه الصلاة والسلام 的判决呢是最公正的。Allah Subhanahu Taala 是造化人类、造化天地万物的主宰，我们的是人受崇拜的主宰。رسول عليه الصلاة والسلام 是阿拉派遣来的使者，给人类带来了正道，给人类带来了喜讯。阿拉将士的 Quran 为了给人类带来幸福，所以阿拉的经典我说了阿里克斯拉图斯拉整个 Islam 的 Sharia 一切都会给人带来幸福，会解决掉我们的痛苦，清除我们周围的伤害，这也是 Islam 的宗旨。 ذلك خير و أحسن تأويل 那是最好的结局，最好的阿拉的使者，阿拉所判决的那是最好的。فحكم الجاهلية يبغون ومن أحسن من الله حكما لقوم يوقنون 对于确信的人来说，谁的判决比阿拉的判决更好呢？阿拉降示了 Quran， 派遣了使者，就是为了人类今后两世的幸福。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期再见。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